你有吗，超越？还有一颗，走小丁那儿要的。你俩不能一声不响的就送了呀。别说你们俩主 CP 了，这种那我们没话可说。来，要。你不是正好想跟哥们儿谈恋爱吗？我很多变呢，我什么都喜欢，不行吗？回头就带你去吃牛肝。我吃牛肝呀、啊，我猪肠子我也吃啊。是吗？我不吃。比赛来了，这俩人干嘛呢？这是男女恋爱情，不是男女对抗赛。我有看到那个秦昕在车上有说那句话、成年人每天崩溃800次，别人一问就没事儿。嗯，所以你们是一个情绪外放的，还是说 有很多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憋在心里。嗯，但是完全不表达吗？我会觉得这是个很弱者的行为，说实话。哇、哦，你很强哦。我就喜欢外放，但是我能很好的应对这种外放的人啊。就我有三句金句，就是第一句是就是，第二句是好啊，第三句是别讲这种话。你可以在任何的交流中都可以用这三句话应对所有的。那可以现场来一下吗？我真的很生气。就是太不走心了，太生，就是太生气了。你不用心，你是不是在嘲笑我？别讲这种话。有人在嘲笑我。别讲这种话。你看不起我是不是？就是。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就是。女大十八变，但她小时候可能一直以来的环境可能会让她有那么一点点在样貌上的打扮。小时候我就可丑了，一点儿都。那你家长那么大，你没镜子吗？在以前的那种生活圈子里面，自己不算那种好看拔尖儿的那种。那现在这么拔尖儿了？现在也是精心的维护了，所以才给大家呈现出来就是还可以的样子。不维护其实也没有那么自信。我说如果有男生这么表扬我，好难受啊！啊，为什么会难受？一下脸红就会觉得，哇，好丢脸！我去，超越，你今天发型真的好好看啊，好美啊！我是不是一下红了？哎呦，你们别好！超越，你这样让我们觉得其实你也是一个少女。我不是，我不是。快，超越，你快去谈恋爱，你快点。我一点都不想谈恋爱，我就只想挣钱。来来，继续看你。好，看。你们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会很注重哪些点吗？第一印象只能在意外形。我每次看一个人，我会看他的牙齿和皮肤。我会看他的鼻子、耳垂。我觉得就是看那个骨感，白白净净，就整个一罐就感觉就是那种干净一点，干净一点。然后长相不要太浓的长相。太深的那种双眼皮，嘴巴也不要太大。啊，我现在已经中了两箭了。天哪！暗暗的说我讨厌丁禹兮。不是，我脑子里面想象，我绝对没有想到你，你知道吗？那你想的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节目？给自己埋坑，真的是。好，颁发两颗星星原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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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对，我还要传承星姐、原石姐之前，在我最贫穷的时候给了我一颗，所以我现在传承这个优良传统给超越。啊，给我。那我拿来还债。对，得还债。那、你还债啊？你要不然可以帮他把债清空了。债清空了之后，然后再送他一颗，再给一颗。对。对。又感动到。干嘛欢喜冤家啊？那我要磕你们 CP 了，不要想了。小丁，有一句话我必须要当面说了。
实我觉得这里面在场所有男生里面最帅的。最帅。别讲这种话。可以可以可以。他们俩应该叫什么名？好像没什么好取的。丁。丁。超越鱼。愉悦组合。愉悦组合。哦、鱼鱼悦。开心的意思。啊，可以，完美，来。耶、yeah。Yeah。愉悦组合，好，诞生大叔也赢一个吧，我赢一个，赢一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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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瞬间就变成了王者，这是你打下的江山，也就是个钻石王者在那里。对，把贷款都还了，就是，对，还还了别人的贷款。我觉得吧，就是给我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你说我长这么可爱，超越那么可爱，也挺实在。所以真的，小丁很不赖。真团团永远在，感觉没有最后的那个 ending。不想跟大家说拜拜。